爸爸，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？因为我们是知道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对方是干道，不管直行或转弯，都拥有优先通行权。没错，只要设有停让标志、标线或闪光红灯的，就是知道，应让干道车先行。要是没有那些标志、标线或者号志呢？那就进入路口时，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，车道数相同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，两边都直行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。知道让干道，安全最有道。